现在我是北京大学的经济学的教授，但是我在中学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我将来会研究经济学，因为人的一生呢是不断发生变化的。我中学毕业的时候，当时是想学工程，学化学工程，后来我参加了工作，工作中做了会计，然后再读大学，因为做了会计，别人替我报志愿，就报的是经济学。 这样我就走上了经济学。作为一个人的兴趣是以后逐渐培养成的。年轻的时候，特别上中学阶段的时候，主要是打好基础，并不是说你现在就能决定你将来从事什么工作。我知道有一个故事，是龟兔赛跑的故事。大家都知道，龟兔赛跑第一次赛跑是兔子输了，因为它睡觉了。 现在就问，难道龟兔赛跑就赛这一次吗？不是赛这一次。第一次龟兔赛跑，兔子输了，它不服气，它要求赛第二次。于是第二次龟兔赛跑开始了，兔子就不睡觉了，兔子一口气跑到了终点，坐了等乌龟慢慢的爬到了，所以第二次龟兔赛跑。 是兔子赢了。第二次龟兔赛跑的结果是乌龟输了，乌龟又不服气了，提出赛第三次。第三次，乌龟就说了，前两次赛跑都是按照你兔子指定的路线跑的，第三次赛跑得由我乌龟指定路线跑。反正我跑了比你乌龟快。 随便你指定哪叫路线跑吧。于是第三次龟兔赛跑开始了。第三次龟兔赛跑按照乌龟的路线跑的，指定路线跑的，兔子又跑到前面。快到终点了，一条河把路挡住了，兔子过不去了。乌龟慢慢的爬到，乌龟游过了河。第三次龟兔赛跑是乌龟赢了。于是，兔子。 跟乌龟就商量再赛第四次，他们后来讲，我们为什么这老是这么竞赛下去呢？我们合作吧，我们就和解吧。于是第四次赛跑中，陆地上兔子驮了乌龟跑，过河的时候乌龟驮了兔子游过去，两个共同达到终点。 这就实现了双赢的结果，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“和”这个字，包括和善、和解、合作，这样的话都可以实现双赢的结果。四次龟兔赛跑给我们四个重要的教训：第一次赛跑。 给我们的启发和教训是：当你处在劣势的时候，不要气馁，不要松懈，要坚持到底，等待竞争对手犯错误。你想，如果是第一次龟兔赛跑时，兔子跑在前面，乌龟一看兔子跑那么快，我完全。 没有希望了，他就气馁了，他就放弃了，他就自己认为失败了。那即使兔子睡觉，还是兔子赢，因为兔子醒了可以继续跑。可是乌龟，它坚持到底，它等待对手犯错误。果然，兔子犯错误了，兔子睡觉了，乌龟坚持到底，乌龟取得了胜利。第二次龟兔赛跑。 给我们什么教训呢？什么启发呢？是这样的，就是说，你要善于把潜在的优势转化成现实的优势。兔子它能跑，可是这是它潜在的优势。你不跑，不是还是没有优势吗？第二次龟兔赛跑中，兔子跑了。 就把潜在的优势变成现实的优势，你就取得了胜利。
第三次赛跑给我们的教训是这样的，就是说，当原来的方法、策略已经不管用的时候，你要及时的调整策略、调整方法。比如说，第二次龟兔赛跑完了，乌龟就认识到了，如果继续这样跑下去。 只要兔子不睡觉，它永远会比乌龟跑得快，所以它就要及时调整策略，说我们换一条路线跑，换一条路线跑，当中一条河把路挡住了，你看这样乌龟就能游过河去，兔子就不行了，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呢？就是说要互相合作，这样。 就可以达到双赢的结果。要合作，要建立在个前提上的，就是互相信任。互相信任才能更好的。假设不是互相信任的话，就是合作了，这也是一种形式。比如说，如果陆地上兔子驮了乌龟跑了，兔子耍坏，它转弯的时候一甩。 把乌龟摔在地下摔伤了，那怎么办？将来过河的时候，乌龟耍坏，往下一沉，把兔子淹死了，怎么办？所以必须互相信任才能合作，才能双赢。龟兔赛跑这个故事能够讲出这么多道理出来，我相信对每一个同学将来都是有启发的。最后。 我想，大家要珍惜在中学的几年时间。你中学的同学朝夕相处，将来几十年以后，当你们都长大了、变老了以后，再回忆这段生活，再回忆当初的中学时代的同学，你会有很多很多感想。所以，同学之间。 要尊重中学时代的友谊，这对你一生来说都是一个宝贵的资源。好，谢谢大家。